占卜有时候会提醒你做事的准则。现在你遇到一件事情，可以在你自己的扑克牌前面心诚心定，先抽一张定位牌，再抽一张卦爻牌，透过定位定卯的设定，现在你抽到的是281翠初六，这是一个平卦。我要提醒你，现在你可能起落不定，必须要心诚守正，这样事情才会顺利。你现在所处的时空是一个混乱不定、集思广益的时候，因为你抽到的是翠这栋大楼的最底楼层，第一个楼层，你是女性，位于阳性的楼层，你不得位，坐得歪歪斜斜的。你有受到四楼男性的帮助，因为异性相吸，可是二楼跟三楼的女性一直在干扰你，使得你心智紊乱，还好四楼的男生一直在帮你，最后就会没事。所以这时候就要提醒你，目前你正在处理的事情必须要心诚守正，不要妄言失言，也不要想要耍小聪明，这样会坏事的。你千万不要轻视对方，自己要把持正直的道路，才能够顺利的做事情。现在你的能量波是一个左右摇摆不定的波，所以在心理调试的重点，我要提醒你，如果你想要赢得更多人的信任与支持，可以帮助你更快的达到你的目标，这时候诚信就是你的处事基本。